哦，今天的阵营真的是太棒了，我的期待值其实已经爆表了，超过100%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好，那么呢，其实还有一件期待的事情，那就是是什么呢？三组打榜歌手呢，其实今天都有跟我们签署一位公约。是的，没错没错。据我上一周作为打榜歌手啊，我特别能了解，如果拿到一位，就可以履行我们当初签下的一位公约，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哦。哦，相信大家的好奇心其实都已经蠢蠢欲动了。好，一起来了解一下本期的打榜歌手一位公约吧。打榜歌手，你们凭什么冲第一？因为是我想给我的意中人一份珍贵的礼物。一个人的寂寞，两个人的错，听过吗？我的歌，听我的歌，让你走在潮流尖端。我希望我可以制作出好的音乐，然后希望可以通过练习带来最好的舞台，给支持我的每一位粉丝朋友们。舞蹈中露3秒腹肌，等一下我看一下啊，我只有一块。舞蹈中露3秒腹肌，我是贺一航。如果我拿到一位，我的一位公约是带着奶嘴唱歌。噔噔噔噔，如果你们把我送上第一位的话，就有机会喝到我特调的百香果果汁。3、2、1，走。辛苦了各位老师。一心，如果你今天拿到一位，你会送什么东西给大家？我会送一个爱心，可以吗？ Oh no， 不可以啊。那现在是要一位公约是吧？那我在这里面选就可以了吗？俯卧撑100个并演唱，哇，估计一首歌结束了100个俯卧撑没做完吧。拉一位粉丝的手对视歌唱，那我如果只拉一位粉丝对视的话，是不是别的粉丝会不开心呢？用家乡方言完成歌曲，哇，这个很狠的。拿马娜娜的第一句是什么 ？Freeman now 打破太平凡的逻辑 ，Freeman now 打破太平凡的逻辑。给艺人朋友打电话，我如果要会打的话，我会打给李老师，李荣浩老师。最近跟李荣浩老师聊的比较多，反正有的没的都聊。如果李老师下次过来打榜，他唱贝贝的话，我一定可以帮他唱。那贝贝穿牛马睡衣跳舞，一位公约，那就是那比方说我真的一位了，你们是把那个衣服拿过来给我穿吗？就在舞台上穿。那我如果没有拿，那我穿的上台不就亏了吗？如果今日点赞，我开心啊。如果今日我拿到点赞一位的话，我的一位公约是穿牛奶睡衣，奶牛睡衣跳舞。哇，我好期待，我也好期待。好，我们的打榜歌手中，让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贺一航获得了第一位，他会带着奶嘴唱他的成名 BGM。一个人的寂寞，两个人的错。哇，来看一下第二位，这个啊，我们的贺一航，陈意涵同学，如果他得了第一，会百香果在打百香果果汁的同时进行他的舞台演唱。哦，还会唱歌哦。哦，一心狗狗，来看一下他得第一会怎么样啊？他会穿着牛奶睡衣跳舞，奶牛，想不想奶牛睡衣？对对对对对，哇，想不想看？是我也想看。对对，那就大家一起努力打榜啦。是的，有你音乐榜样权衡了 QQ 音乐、酷狗音乐、酷我音乐3家榜单的全特权加持，将呈现最具公信力的音乐榜单。节目直播当中呢，截止到北京时间8:50，有你音乐榜当周首榜获得我们的冠军奖杯。然后当我们这一个晚上呢，获得我们一位公约的呢，将获得我们一位将会获得我们一月公约的旅行，耶，yeah ！大家一起要为他加油。